周星星被综艺之神眷顾的那些瞬间。一，一不小心捡到自己的鱼篓子。我捡到一条。我就说今年你行大运。哎。这是我自己的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二，一不小心踩到空牌。这你是鞋底？嗯。谁弄的？三，一不小心抽到矿泉水。这什么意思？盐水服不服？就是这样的，这里边有一杯矿泉水，你有两种选择。第一种选择就是就一杯矿泉水，只有一杯矿泉水，其他都是盐水。你如果喝到了那个盐水呢，喝下去了，你可以再挑。如果你不喝了，你就输了。就我要喝到水。对，你也可以喝到盐水之后就放弃了。这个是。矿泉水啊，周深，你喝到什么矿泉水？里面有几杯矿泉水？就一杯啊？就一杯，被你选到了。啊！等一下，你。没想到吧，梧桐？梧桐气死没？梧桐不相信，一直在尝每一杯。还是说周深本身口味非常重？我也惊讶了。矿泉水，那你这运气也太好了。你每一杯你自己喝。梧桐，你从第一杯开始喝。第一杯开始喝，对，你要证明我是真的。毫无悬念的赢了。四，一不小心赢了射箭比赛。那我们现在是这样啊，年纪最小的呢是深深和我们的一桥，嗯，所以你们两个人有决定权，你们可以挑对手。哦。我已经想好对手了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田忌赛马，最差的就要抢一个最强的。华健老师，你深深的看着我，你上次抄了我一圈。来，第一组，同舟共剑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漂亮，五环，哇，五，还不错哦。啊，五环，这首歌，风太大了，冷气关一下好吗？等一下，我这个键一直在掉。OK， 比我想象中好啊，比开车好啊。对啊，气韵丹田，力聚五指。哎，坚定。几环啊？没有，界外，对，周深，加油！我觉得我选对人了。你要羞辱我？我从来没有比过那么公平的竞技。这一发很重要，高一点，高一点。周深五环，哇！哇！你好过分啊你好过分！比分很焦灼。好了，让太多了。
不能再让下去了。话说得很好听哦。哇，好，来了啊，歪了歪了，往下一点，往下一点，歪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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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灵魂。你射到哪都赢了，不是你是什么表情？我要是射到你的上面，我就输了。哇！三环，三环，哇！现在周深跟华健哥的已经比完了，周深领先三环。谁知道我会赢在了选人上面？甘拜下哇！干！五，一不小心就轮空。先看看周星星小朋友到底有多害怕车。实话我也不知道，我之前还在很多节目上面都说过，无论如何我是绝对不会去学开车的，所以更不懂就学驾照啊。尽量不上路，干嘛？不，我一会好好考的。别说你们这么紧张的人。紧张？你们紧张什么呢？我紧张那么多年，最近都没有驾照下来。我觉得很可怕，但这些人很可怕。真假的？那父母要放松。我也没说。真的吗？我这边哎，你们都松了，但你要放松，你要放松。到时候几点第一次有马虎？今天第一次有马虎。你不要过来！谁不坐车？车上那么多人呢，先让我们清闲。没事。但是还是我真的很害怕。他说开车开车有恐惧，害怕车有恐惧。在那啥，你把车给我停稳。我估计你要让你停车是能停，但是不是稳？开车要讲究，安全、平稳、快捷到达。后边要考上坐车的熟练度，你别刹车，你看你怎么刹。然后在刹车比赛中，周星星又被综艺之神眷顾了。谁是一？霍尊，小王啊，好的。谁是二？小蛙，不易。三，戚薇。对，哎呀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们有一个人轮空，就是周深。加油！所以在接下来的，但没想到最后还是要参赛。他居然挑我，咋想的嘛？压力有点大呀！哎呀，哎呦，非要来一次，真的是。好，开始了，加油！来吧，稳住。不怕哈、啊？我不知道啊，这有点吓人，我心跳都加速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踩！哇，太早了，太早了，太早了！哎呦！我的天哪！看你的了，就。天哦、太早了，太早了，早了。嗯，看周深的这次杀，肯定稍稍有些矫枉过正了吧？并没有，并没有，就是我自己觉得，就是宁愿在线的前面，也不要超过那个线嘛。其实，真正在生活里面，宁可在这踩了刹车，
也不要跑到那儿。对，台哥不要对我们失望。不会的，等到大家都。六，一不小心相机没电。要出来了，要出来了。那边，雨点，哦，这边，电，天低，啊，没电了，哦，天哪，相机没电，你先关着，哦，好好看，肉眼很好看，可是我没有拍到任何一张照片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他带着金光走来了，仨人等了仨小时，拍着拍着没电了。